来看到要家电会当来升一个废物税，这是财政部进前有五个要来修正这废物税的条例，行政院今仔确定通过，确定要延长要这节能家电的优惠时间延长两年。对促进节能减碳成效着注，一年省下了4亿度的电，相当减少22万公吨的碳排放，同时也减轻民众的负担。本次的修法将购买节能电器、冰箱、冷气、除湿机，最高减征货物税2000元的优惠，再延长2年，持续鼓励民众购买节能电器，既环保又省钱。因为这节能减碳的家电啊，效果算出上好，所以这个修法延长买节能家电的优惠，会当替民众来省钱，相关会当来省2000块的废物税。